考试的时候，车子是发动的状态，你都不要骑，因为你是一个接一个。发动完以后，从右边开始起步，二三四六左右。第一个水平，拉的时候要看你的水平。对，看得到这个，后面会比较轻松一点，高一高。第二个，你走高速，就是这样的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看到这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穿多次要，你如果受伤，你要自己扶。没有看到在这里就好了，因为到不一定哦，开车期间一定都会有人没有注意啊。还是要加油吧，加油吧。刹车板，对，会动刹车比较好，所以说你平常有在开手排车，就是尽量放在外面，放在外面。好，踩住刹车，挂档。好，解锁。好，二三十过不了，对不对啊？左右手都可以开，知道哈？没有说限定一定多少。好，跟我来。就可以了。然后牙刷不够的话，你再自己调整它那个牙线，我再慢慢调，是吧？慢慢调。那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后无架一定要贴合，所以你看我的车子是不是往这边看？对不对？往这边看，轻轻的顶到就好，但是不要把它推撞走，知道哈？回来到是左高，是吧？那现在要来了哦，我要进去这个门，怎么进去？这边有没有雪迹？有看到？那就哪里去对了？要从这里。来，不要站在这个机后面。你要从这里对过去。哦，到这里的时候从哪？不要站在对高机后面。啊，对高机前面后面不要站，中间一点。啊，记住这个口诀啊，一，两者。是吧？好，我瞄准，一瞄准哦，二打死，是吧？哈，那边有点二打死。打死以后，这个定位人是不动，是吧？我只是喊住他，然后加油，加油。那个回旋半径不要在旁边啊。车子的前面、后面都不要站，你站旁边就好，站这边。然后这边，大概站个前眼看一下，这边站个前眼，是吧？从这里对过去，头正，是吧？头正，好。那我们就往前走，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不要乱走，知道？不要乱走。好，第一个是在哪边对？就是这里，这里，这边对嘛？第一个是瞄准。第二个动作呢？好，往哪边靠？这个只要辅助，这个不要回哦。啊，看，看老师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对不对啊？有助手对不对啊？然后第三个动作是什么？左边正，哎，好。他那枪的是枪下。然后教你一个词啊，一进去是不是要走中间？好，我们这个后轮到这个架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记住。就把它转平行就好，转平行就好，是吧？转成平行，这个时候进去的时候，这边就不会撞到了，是不是啊？那都是这个动作，是吧？然后再进来的时候，这边这一只什么时候转呢？我们的车身脱离的时候，来，你们站在前面看，站在前面，向后面一点，站在这里，我重走一次哦。有没有对到中间？有没有对到？这样有没有对到？没有。那不对啊！不对啊！不对啊！在那里更新，这样子有一个靠，点了一个，它就有一靠吸，是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进来了？在中间。好，另外一个动作，你是不是要进去这里？对不对？我们要怎么进去？来，你要有一个观念。现在是的，他就是要翻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一个，一下
站从北隧道这边，那个小姐走开一点，不要站到我前面。一家对面三对几，点爱对着家，你在跟包货。你安尼一点二家捡回来，就他你在安尼谈天安看。打死打死！为了瞄准麻将打死。第三个动作是什么？回正直啊。好，那怎么拿上去？这个很重要，你对准的话，你就不用花很多时间，是吧？啊，打空挡，这一个油压杆，好，上升的拉到，到这边的时候停，这个哈，然后进去的时候，记住，这个哈，跟你开车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头不要弯掉，头不要弯掉，就是这样慢慢。是吧？那进去一半的时候，你就要看你的，是吧？两面的，是吧？要两头，检查到底，检查到底，然后进去就这样啊，打空挡，不要分，降到这个牙叉悬空的时候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怎么出来呢？打后面打，方向盘要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挂风挡，然后瞄准下面，看有没有对到，有对到嘛啊，这样进去，啊，进去一半的时候要注意，这边要怎么样？要贴合度，是吧啊？贴合度底下加粉，要扶起来，因为这个车头有间距，所以你这个车头跟这个距离至少要十公分，是吧？要十公分，黑黑的，你看。这边往前推，推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好，如果我是初学者会开车，我就转到底，屁股是不是要往那边？怎么样？往那边我都没有看出来，这样不对，对不对？马上停下来，反方向打，再打，再动动快一点，这样就对了，是吧？蛮多的东北在反哦，然后看油桶的中间。对的，三角锥在前进。那刚刚的动作要不要抓重数字？要吧？第一个是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马上瞄准，这里哦。好，瞄准了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停下来嘛啊。第二个呢，打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轮胎可不可以动？不可以啊。这是加油轮子板。好，这边可以做，现在确定一下，可以做，对不对啊？第三个动作呢，回正，回正啊，是吧？然后再瞄准，哪边要瞄准？哪里？对到哪里？这里，就是你瞄准这个箭头，对到没有？对到了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已经做完了嘛？第二个呢？啊，车头往哪里？啊，这里再转红，是吧？决定出来了。第三个动作呢？回正啊，在哪里？然后加倍底叫连连站，连连啊，对，对啊，哎呀那，得了，停止那里啊，哦，阿弟，阿弟你先准备开始啊，然后要对哪里？这个要你要准哪里？不是那个点啊，中间是吧？轮胎走这个场地的最底的油是吧？对准了没有？对准了没有？啊！当这个你怎么能感觉啊？怎么当的？然后再重复的动作，应该开两次、三次，应该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然后再一次，开一次就够了。三方不一样，三方不一样。再停一次。可是他要几个档？二档的时候，六个档，这一次哦。那个不拉到脚底，好，好，继续转啊，再看，再来啊，打风挡，下下，好，两个有悬空的，后面看一下，打后退挡，一到就好，不要乱踩，放刹车，突然停住的风挡，下下。瞄准就这样啊，前进，
标准，只要你的车头进去一块，就要看驾驶哦，驾驶是轻轻的怎么样，轻轻的举照啊，那你不要把你就那运动的啊，你撞到驾驶，它就会停下来，知道吗？那这里要注意，有一个是立即向你中途的，叫做什么？可以叫，可以叫你什么？我这样出来对不对？出来要做什么动作？要放下。如果我都没有放下，这样直接转的话，它会吹哨停你下来，因为会翻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动作的话，这个就会站了，是吧？反正你哪处上翻，你要记得一个，就是找哪个。来，跟我讲一下，黑黑的，哎，黑黑的要降来这边的话，像这个口诀，是吧？